很常见的现象，如果出现分卡情况，便不要紧张。卡在人一人心内，不会被别人拿走。卡会被转移到机器另一个角落，相当于已经暂时保管了。出现分卡情况，主要由于下面七个原因。这也是大多数人遇到的分卡原因，于是机器发生故障，只会导致无形卡被吞，这个情况比较少发生。那么我们怎么去被吞的无形卡？一个方法，当你的无形卡被吞后，一定要马上走开。方法。
或电话报上身份证号，让客服申请更迭旅行卡。第二天白天再到旅行柜台取得旅行卡。当然别忘了把旅行卡提供公司。最后要注意的是，旅行卡被吞之后，最好在三天内进行取得。在三十天内各工作日之后，如果还是仍在旅行时卡，就会自动销毁。看到这里，现在知道了怎么拿回被吞的旅行卡了吗？下次如果遇上旅行卡被吞，就不用回了。如果你有更多的想法和建议，欢迎在下方评论留言，也欢迎分享转发好方向。